关于罗一舟和唐九洲的五十件小事 Part 4。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心。九九，我谢谢你们。我跟罗一舟学的。我不是睡觉，是昏迷。你说不是？哦，我就感觉那会儿你本儿都很大。我现在本儿都已经很大了。我谢谢你。我投给一周吧，唐九洲。我记得我们二公组队的时候有一个约定，我们之前有一个约定，我们想共同完成这个事情。唐九洲。吸引力把你们通通吸过来。先从颜值来说，就是戴上眼镜框加上各种眼镜框，五官也眉眼突出，鼻梁可以滑滑梯，然后下颌线分明，然后招财进宝的这个耳朵，对吧？井井有神的眼睛。再从哪个方面？从穿搭来说吧，自己对于自己的穿搭也是有着独特的一套审美，走在时尚潮流的前端，引领时尚潮流的发展啊！身边的是帅气阳光、自信开朗、乐观积极向上、艺术灵活、看上去像高大威猛、英俊潇洒的罗一舟同学。我一开始就觉得是一身凛然正气，那其实他性格方面有很多含义，比如说也会很生活那样子。第一个就是很善良，所有人都是吧，愿意跟善良的人走。第二点，我觉得他很有责任感，一直承担队长的角色，然后当不承担队长角色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团队里边很重要的角色。太强了，好强哦！果然颜值高，不接我，这个人。如果两个人吵架了，其实就是一般少女情况下都是你错，然后呢，我就不我是这样想，我是同学角度说的。谁说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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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应该是就他，这结果点就我们两个。不邪教这种话都能说出来，我要做唱跳艺人，你说我不邪？是诺伊吗？不是诺伊，是吧？诺伊是吧？我一首吧。这种雷人的发现，不是因为这个雷人发现只有他会。知道自己过去在干什么吗？你的筷子拿反了、哎，帮别人夹菜吗？我们分手、啊。哎，这有啥呀？对，搞笑。舅舅，你可以捋下一步的内容吗？我们下一步就是选歌，所以要赶快开始工作了。我跟他选中完全是因为选择信任他吧，完全是为了信守当初那个承诺。就一搏，搏吧，搏，输了就输了，真搏呀。